我有没有告诉你，一旦进了庄稼，你就要把自己全部丢掉。如果你不成为真正的庄心妍，那些盯紧你的人会看穿你的一切。想死吗？还是说你想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不是，刚刚是他突然之间叫我的名字，我在庄稼没有人给你犯错的机会。你的一个不小心，会用成千上万的小心去弥补。 如果不想过几天为自己收尸的话，最好记清楚我的话。进了这里，你只能是庄心妍，你也必须是庄心妍。回答我。 严新城，那你又是什么人？你真的是庄心妍的未婚夫吗？你把我带回来，逼我变成庄心妍，你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其实你和其他人一样吧，你把庄心妍的眼睛给我，逼我变成她，并不是因为你有多爱她。 你就是想得到庄家的一切，只要我变成了真正的庄心妍，成为蓝海唯一的继承人，然后和你结婚，那到时候庄家和蓝海的一切都是你的了。干嘛？